老了，这毛巾能吃吗？傻小子，这是猪皮，单位做过你没吃过的。这东西这么硬，肯定不好吃。这可是你说的哟，单位做好了，你能吃20块。把多余的油给刮掉。姥姥，别人猪皮都不要，这能好吃吗？那是他们不会吃，单位别提多香了。加点冰糖提鲜，用小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。哇塞，姥姥，这味道太香了！单位吃口别的桌上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姥姥，这也太好吃了，味道爆赞吧！